家好，我是燕郎小竹。大家你们看，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？我家昨天我刚回家，然后我父母他们去干活了吧，所以他们回家很晚，所以我就开视频。现在是早上6:30，我起床，我看到我父母在做饭，现在我带大家去看看父母在做什么。很久了没有回家了，大家。玉米已经好大了，玉米啊，这里的玉米。我爸爸在做那个，你们看吧。猪腿啊，生猪腿。因为我回家吧，所以我父母就把那个鸡腿来吃完。好黑的，我们放在这个，我们烧火，然后它就变成这样了，非常黑。哦，打开空间了。这个喂好香啊，这个猪肉吧，是我们过年宰猪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这样才能留下它很久啊，到现在干活做去干活吧才有肉吃，感觉这样就能吃了，非常鲜。这个猪肉好咸，因为我们做要放很多盐，它才不坏吧。乖，好寡妇，俺给把个大马上面打天了。六岁，这哪俺没你，哪俺女个。当太公公。你拍摄你嘟嘟嘟嘟嘟呀。
现在我们把这个猪腿煮吧，因为它好咸，所以我们这样煮好，我们就要换那个水，换了才能吃，要不然就这样熟吃，它会好咸的，吃不下。这是我弟弟，你们也知道了。肉，这是他刚放假几天，还没有放假，好像过两个星期他才放假的。现在他是回家休息第二天，晚上今晚他就要去学校了。早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Yes。我们换了第二个吸水，然后放点葱，不是放点葱，也一点味精。我们的厨房这样百年不变，就是我姨。现在准备吃早餐，我们的早饭，我的饭是一碗好大的。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一段菜，一段饭。早上我们只有三段饭，三段菜啊，有这个是猪腿，鸡肉，还有这个是木瓜跟高丽菜。三顿饭够吃了，有肉就好。我困了。你这几天在干啥呢？哪里打了？要啥？哪里知道？我看我的洋洋。现在我们一起吃饭，爸妈、爷爷、弟弟以后啊，很欣赏。黄，我叫他来，他叫不了，他太远了。大家一起跟我们吃饭啊！呀，这种非常，这种非常猫。我们已经吃完早饭嘛，然后现在父母就要去跟外婆工作，跟外婆干活吧，因为是这最近是干活，不是每天去干农活的。没有今天休息，那我的视频到这里也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大家，下次再见。